了，这玩意500块根，全是骨头。那是你没吃过，做好了香得很。我看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做好了你可别馋。姥姥，这流蹄做起来这么麻烦，能好吃吗？你就看好了吧，做好了10根都不够你吃。焯好水了，捞起来，再加几个牛腱子，炸香料放点和黄豆酱，哇塞，姥姥好香啊，口水都流出来了，想吃了吧，大家帮姥姥点个小爱心呢，放上石头压一碗就可以了。这牛驴吃的太舒服了，辛苦了姥姥，跟着姥姥有家的感觉吧。